你右手去抢，对，就是这样。可是你这个不用压紧吗 ？Which one？ 这个。Oh. 这个。那我们来看一看。好，叮。好。开的。是风尘颠倒吗？还是没有？风尘颠倒，最重要的是他们是齿轮的问题。这样有吗？嗯，还是太远了，要再近一滴滴。Yep。他这边是不是有杯子？有差吗？应该没差。哦、要多推这样吗？我可以再推。对，这样就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好，来轻轻扶姐姐。好，轻轻抢。好。那可能要更快一点。要跟谁的手啊？姐姐的吗？跟。应该是跟青青，就是他们两个手要是这样子，应该这样子过来吗？就是你要摸他，然后一起先往回走，然后姐姐才抽更远，然后青青手就僵在那边，就拍那个僵在那边的手。嗯，我们再试。你出去玩都有那个。哦，好，那我们再看一次。同一场，同一场。好的。好，轻轻抢。再次，再次。轻轻抢。对，就是这样。所以姐，你都怎么用动？对啊。对。OK。那我教演员了。好，一起走。现在有空，因为我看你里面没有拍，没有直接拍到轻轻觉得，哎、欸，姐姐在躲他那个表情。但刚才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我看我问你有没有想要拍，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会剪接上可能会需要一个反应镜头去表示他对这个动作感到很失落还是什么？我是打算再直接切到远的。你用 cropping， 你要用远的，但远的没有表情哦。对，但是他有动作，我是你想要刚指导他用动作，你想要用反应镜头，谢谢。好，你 OK 就好。麻烦了，谢谢。谢谢。那我讲一下刚才的那个，你在洗的是这个，嗯、然后你用右手，然后妹妹是姐姐倒了之后，你用这样扶她，哦、嗯 sorry， 然后往前用左手搭背，然后这样去抢她。好。对。嗯 ，OK。然后你要讲一下你的那个手的 movement。好的，没错，就是呢。来，就是青青刚抢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来，我握到一次。对，好，你们直接走。嗯。对。对，你们台词讲一次，我们抢一次看看。哎、欸，你怎么？你贫血、啊？你去坐着，我来。你去坐着，我来洗，然后才抢。我刚洗都没有讲到。我刚才我来哦，好 ，OK OK， 因为我看你的手过来，我就想说不能给你。对，就那我们再试一次，OK， 好，可以。好，走。然后我先洗。你放在水槽里面洗。哦，我在水槽里面洗了，那我再过来一点。好，可以开始走。你怎么？你贫血、啊？你去坐着，我来洗。对你是要讲完再拿吗？还是你要边讲边拿？你有想要我跟刚连吗？我跟刚连的话，就是我来，他就这边没有开到嘴巴没关系，他顺还好，其实还好。那我就直接开。但是我还是希望这句话可以讲完整一点，不要太早就抢。对，就是刚刚最后一个字抢。对。你有想要我全部每一个字都讲完？你会很不顺吗？还好啊，那就全部讲完。好啊，那我们再来一次。OK， 好、哦。好，走。哼，你怎么？你贫血啊？你去坐着，我来洗。不要，没事，我晕了。
你不能被他抢走。好，对对对对对，我要再抓一下。我想要介于这两个版本中间，我来洗你的状态。我来洗，没事。就是你的洗突然就被打断了。这件事情会很吃，因为他不可能等我的词才抢，他一定是看我的手来抢。对对对，所以就是看你去抢的速度。我们再配合一次，好，没事没事。好，来哦，预备，走。哎，你怎么？你贫血啊？去坐一下啦，我来洗。我没事。我晕了。对，就这样，就是这个时间。好 ，OK。好，现场准备。Bring. 上。对。Roll. 长之舞台馆。Action.你贫血、啊，你去坐着，我来洗。啊，没事，我不晕。再一个。不好。